给他自己选的，可恶。我就要雇一只新的打野了，我觉得打野没有到哦，这是什么命中率？打野开始让我失望了，都不选到李信。哇，上路鳄鱼好凶哦，塔掉了哎，然后中路跟下路塔也要掉了哎。凶巴巴，退了啦！你们要死在敌方家了啦！你们学不会教训呢。完了 ，AD， 哇，秀一波哎！这笔数我喜欢。虚弱大惊小怪。奖杯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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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理，这个吧。好，改这个好了，江狗还是用训练的啊？哇哦！哎，他是谁？他是这个马助理。嗯，换好的助理有差吗？我们当时是说多一点领队嘛，助理做，生活辅导，再打一次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建我们的防治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不用裁员，再找一个人进来啊，完美。著名钢琴家啊，这我就不会了。想邀请你去观赏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他想问你，被誉为乐器之王的钢琴究竟有多少琴键呢？88啦，应该吧。钢琴之王，琴键。哎，没有这个哎，只有80根，没有80根88。哎，是88哎，哇哦，都是补充一些知识的游戏，
真棒，好游戏。虽然下次都会忘记了。啊，我的职员，健身。加强训练，阿北，你知道有延迟吗？延迟起码15秒以上。其实还好欸，我昨天4点就想睡觉了，现在睡意还没有出现欸。只是这样记录档的话，怕说一个记录档1小时，你们也是看得很累。下一步。哦，下路都各先选的哦。啥鬼？这是什么鬼？认真。牛牛走了，牛牛，你不可能反杀赢的啦，牛牛。防守，你去哪里？吓人哦，太失控了吧。防御塔，把匿名给杀了。
我常常都是这样死在一波的哎、欸，天哪！来啊，硬碰硬啊！这啥游戏？电竞传奇呀、啊？这游戏很久喽，哎，这江狗是怎样？我真要换掉你了哦。这个 AD，不要死一波了，每次都这样子哎、欸，送酸梅，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。可惜手机没有，你说手机没这款游戏吗？很正常啊，这款游戏怎么可能出来手机上啊？还是你以为这个是电竞游戏？这不是欸，这就是出一张嘴跟手指头的游戏欸。你以为这个是传说对决吗？不是哦，这不是传说对决哦。
打输人家，哇天啊！iOS 上有哦，然后全英文版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是中国做的游戏耶，而且它是全英文版，我觉得有点问号啦。搞不好可能啊，只是怎么会是全英文版？我不懂。不要再落单啦、啊！不要再送啦！求你啦！真的想裁员吗？裁员广进啊！是的。哎、欸，永远都是死在这里耶！这边是死什么百慕达三角洲吗？很容易死在这一块呢。激进也按过了啊，防守也按过了啊，就是会死在这一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吃八龙啊！哎，饱了。虚弱。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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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呜！哇哦，竞争飞镖。我是想要支援办公室啊，1000块，算了，没钱。那我们去虐菜，报名。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这是江狗，好啊，太远了吧？管理员工，我的员工，哦，原来训练室改在这里哦。哇，我喷血，哇，吐死了。这个叫先挂着，好玩。先娱乐。虐菜咯，哇，不能跳过，糟了，点快点。哦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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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我是要选哦，对，好，刚忘记先点确定，吓死我耶、
好啦，加速，激进游走。哇，怎么那么轻松啊？不要激进好了，保守一点。哦，你很雷，我的成就，不能死的成就。哦，你们，哦，你们真的是，哦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子了啦，结束这回合了啦。被气死嘞、欸！本来可以不用死的，理性哦，气死人哦，未卜先知。那就是你死的啊，未卜先知。在那边送头，气死。哇，都是钱。太爽了吧。